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。今天来我们这个大湖泊，看一下身后这边这一片都是牛，那边都是养了好多黄牛啊。我们村没有几头，别人村全部拿来这里放了。哇，好大一只啊！刚才在那边也拍到一只狗，就是那只狗看住这帮牛。哇，这牛应该值个好多万了，10万应该差不多。特别这些大的，这公母牛来的。 这些非常的时间了，等一下，过那边近一点去看一下，是隔壁村大叔的。你把你盖吃饭了不？全部，全部都吃饭，全部。没事了，慢慢的，老婆。这种没得，打就打，打就不听。 刚刚跟大叔了解了一下，他说他现在这些黄牛，要将如果卖的话，要10万块，应该有5头，好高啊！这些牛，现在我们过去近一点看。现在我们走过近一点看，大娘现在过来准备把牛牵回去了。 那边也有，看着，那边也有好几头，遍地都是牛。就这一头，大叔说的值3万多块钱。看一下这5头牛，黄牛来了，这是刚生下不久的。 好可爱，这小牛。现在这牛太值钱了，10万块哦，然后没？看一下，这是小牛，刚生才有几个月，就这么大了。看一下，这狗又来了，这狗不知道什么品种啊，非常的好。 看一下这水牛，黄牛。再过1-2个月，我们这一片这个大湖泊就又要涨水了，这些牛又不能放了。刚才问了一下大叔，这只狗是什么品种的，他不肯告诉我。我看着挺漂亮的，像不像是猎犬？ 看一下这黄牛有多少重啊？可能有1000多斤以上。看一下那头，哇，特别的大，母的，都是母牛，这样子的话繁殖的话就比较快一点。小的是公牛来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品种的？我问他，他说不卖。 要是卖的话，这只应该相当可以。小牛好可爱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差不多有我这么高了，超大，这只太值钱了。 看一下养5头这样子的牛就10万块钱了，要是繁殖下来，一年一头，这些有3头这个大的母黄牛，这一年3头的话，哇，这个小黄牛也相当值钱啊，有人这么高了，这个投了很多很大的本了，买小牛的时候，当时他去买了一头大的，就是。 3万多块钱了，现在给10万，他说就不卖。看一下，这牛太值钱了，这小牛。 大叔说。
最少都是15000块钱，看一下这么小的这么值钱了。哎呀，去买几头这样子的品种牛过来啊，买母的过来，然后剩下的这些小孩哇相当值钱了。好，现在大娘准备把牛牵回去了，因为现在快黑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在我们农村要是有10头这样子的黄牛，是不是感觉发财了？现在大叔有5头这样子就10万块了，10头的话那不得啊10万块钱了，20万，10头就20万了。哎，投本太大了。好，现在就天快黑了，我也就回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